穿上小小厨师服，小朋友们的表情看起来既兴奋又期待，等一下就是精彩有趣的全美语的料理加科学夏令营，会带着他们一起动手做，希望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。我们昌河教育基金会呢，这一次在新竹市今年的暑假办了一个全美语，然后结合 STEM 科技教育的夏令营，这应该可以说是新竹市首创的。那这个全美语哦，就是双语教育，最近在全国都很流行，那都很夯。为了跟国际化接轨，双语教育是必须推动的目标，因此这个夏令营全程以美语作为使用语言，就是希望让孩子沉浸在美语的环境里，自然而然学习并且能运用美语。那我们希望呢，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让我们的英文的软实力能够渗透进生活当中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学英文学得好不好没有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用英文来跟外国人沟通跟交流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呢，能够在活动当中，在不同的情境当中，能够学习到很自然很习惯的把英文给用出来，然后呢跟外国人或者是跟这个其他国家的人在交流沟通的时候，使用英文都不会害怕。一个个小朋友化身成为小厨师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一边筛粉，一边在揉制成面团，实际动手做的快乐，只有亲自做了以后才会了解。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